了一个实验，准备了传统菜市场的那种手剪蛋，超商的洗选蛋，有贝塔胡萝卜素的红人鲜蛋。哦，也是比较水。16、16，好，它差不多搓到第十五下，它就破了。再来是超商的洗选蛋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，哦，第十九下它破了，它整个化开了。接下来买这个红蛋。粘在一起的，有了，会粘起来。我准备了两种最原味的料理，想要吃看看这个蛋到底有什么差别。第一种就是水煮蛋，鸡蛋原味。首选蛋放进去，这是洗选蛋，水煮红色的蛋放进去。按水煮的同时呢，我们来做煎蛋。嘿嘿，开火，大豆，好，开火。首选蛋，超商的煎起来都比较水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超商洗选蛋也好了，哦，它很 Q 哎，它那个蛋黄跟蛋白是这样黏在一起的感觉。我煎好啦，对，要来吃咯，来吃最低级的。你又知道它低级，怎么可以这样污蔑它呢？就是一般的鸡蛋，超商的洗选蛋，试试看，差不多。我们接下来吃一颗大概10到20块的红蛋，吃灵芝饲料鸡下的蛋。这蛋黄煎起来颜色比较深。哦。味道不一样。味道真的不一样。比较甜。蛋香味比较浓。开来，洗选蛋已经爆开嘞，首选蛋，很坚固呢，完全没裂。这个是红蛋。有高级的托尼吗？好，外面的哇，它这个壳超好剥的，它这个壳轻轻的一拖就整片都下来了。破开，切感觉不太好，它很难切，哎，小心，它这切不下去，看这样子。小心不要弹起来，完全没有办法切下去。我都有刀痕呢。哇，它的蛋黄真的比较滑哎。好漂亮哦。好漂亮哦。你去旁边了，你这边还是啊。就是你看它的色泽，这个真的很明显，而且它那个蛋啊，蛋白的地方啊，比较颜色比较白，就是而且切下去的时候比较有弹性。Q 啊。比较 Q。我们先吃市场的首选蛋。吃进去之后，它的蛋黄是会糊掉。洗选蛋，一样。红蛋夹起来很扎实哎。哦，真的好 Q 哦，那个蛋白。这红蛋，你仔细品尝，有灵芝的味道。屁嘞！就有一股很浓的蛋香，那个鸡蛋是有一点甜的，甜甜的，哦，这是好吃的。回甘了吗？你在吸？我感觉不到。OK， 今天就吃到这里了，拜拜。那我这样子有没有？你看它的蛋白不愿意出来，你看蛋白困在里面，它不想出来，有没有？好厉害哦！你看它不愿意出来，你看我锅子都翻成这样了，它不愿意出来，它就是很浓稠的蛋。很厉害。